丫头，我跟你说啊，在有你之前，我跟你爸曾经就是夫妻，所以不是我跟你抢他。你骗人！我爸的媳妇儿是我妈，我小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见过你。行，咱不管以前怎么回事儿，你能遇上我这样的后妈，那真是你的幸运，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经历。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。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，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女儿，但从法律上讲，我们就是母女关系。你可以不叫我妈妈，那我们就先从朋友开始做起，同意吗？不同意，我不要你这样的朋友。行，那我就给你三个选项哈。第一。做朋友，第二，做一个关心你、爱护你的后妈，第三，做一个恶毒的后妈。行吧，我选第一，做朋友。明智。那我再给你2块钱，你能再去买个西瓜吗，小朋友？会挑锅吗？吃我比你在行。看出来了。李斌，你是不是对这个团有怨恨啊？有恨也有爱吧，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地方，肯定有感情。这个团是因为你爷爷才成立的，我传承了，也让他辉煌过。你和我爷爷辉煌过的地方，我却要把它给拆了，真的是太舍不得了。有太多的美好记忆和回忆，这可能就是宿命吧。